今天来吃这个模范蒸宽条饼，超宽条饼。然后意义没有要吃，他在看电视，所以我把它吃完吧。你也要吃吗？可是你一直在看电视啊。嗯，完。这个是模范生超宽条饼。嗯，我来看一下里面有很多吗？哇，有这么多的宽条饼，这样有很好吃吗？嗯，好香哦。嗯，你快速说，异异人，你这个捣蛋鬼又出现了，呵！嗯，哇，你太大了吧？这一个。嗯。嗯，这个很好吃。嗯，超好吃的耶，很像泡面。人经营就会一直哭哎。嗯，拜拜咯。宽条饼。那个很香啊。嗯。这是什么车？我跟你战斗。嗯，我是超级防爆车。那我是便便车。好，我会飞。嗯，撞你这么大力。